朋友仔，今日带大家玩啲刺激少少嘅嘢。点刺激法咧？见唔见到呢个直升飞机啊？今日带大家咧坐直升飞机咧兜一圈我哋嘅呢一个日月贝野嚟到啊！哇，咁正啊！系啊，平时大家行呢个日月贝就行得多啦。咁如果坐直升机游览嘅话咧，观光咧系咪又未试过咧？今日带大家玩一下。呢排咧，我哋珠海咧就兴起咗呢一个咧，坐直升机嘅呢个热潮啊，所以我哋都跟风打卡一下啦。呢个系佢嘅一个价钱嚟嘅，399一位啊，一位系啊，但系佢有好多条路线嘅。如果你要其他路线咧，个价钱就唔同啲。我哋系今日系坐呢、这、一个第一条路线。就野嚟到，就呢一圈5公里，跟住就399一個人。如果你係去其他路線咧，即係情侶路嗰啲咧，就要688咯。佢有兩條線 ，A 線同 B 線。跟住咧，跟住如果你要坐嗰去嗰個香洲灣咧，香洲灣咧即係再遠少少，美麗灣嗰邊咧，去到月春酒店嗰度咧就要999咯。跟住海岸線，佢話呢條十七分鐘嘅路線就要1500一個人。跟住。豪华游啊！我哋要玩就玩好啲，豪华游嘅话咧就要2888啦。呢、这个可以去到好远啦，去到呢、这个汇同古村嗰度啦，去到嗰个高尔夫球场、赛车场嗰边啦，就好远啦。同埋嘅话咧，佢有标明呢个人数噶，最平呢条线嘅话咧就要三个人一齐起飞，如果贵少少嗰啲咧就要两个人先可以起飞，一个人嘅朋友仔就坐唔到喎。佢对单身狗好友好。打孖嚟咯喎！系啊，要打孖嚟啊！咁我哋今日嘅话咧就浅浅试飞一下。
驗咗一下，就幾分鐘，跟住冇咗300多蚊。呢個，但係好爽喎、啊。哦，望落嚟嘅景觀係好靚嘅。跟住咧，嚟之前咧，我做好咗功課噶啦，已經喺小紅書啊、抖音上邊睇，即係睇好咗人哋點樣喺上邊拍呢啲網紅照片嘅。結果我發現用唔上，因為時間有啲短啊，所以好難拍到嗰啲出片嘅照片。如果係大家係想即係影相啊、打卡啊各方面嗰啲咧，建議選擇嗰個行程長少少嘅，係啦，咁樣就會好啲，係啦。然之後嘅話咧，佢呢度咧你仲可以買佢嗰、那個飛行視頻。198好似系飛行視頻，佢就會將全程咁樣記錄，然之後咧，發俾你嘅。咁如果你係想要嗰啲視頻咧，你就可以俾錢買啦。跟住感覺上望落嚟個景係好靚嘅，真係好靚嚇！珠海嘅景觀非常地亮麗啦。佢哋而家應該都係玩緊我哋嗰條線，就係短飛咯嚇。咁我哋今日嘅呢個飛行體驗就到呢度啦。